一号戒备信号生效，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12点。天文台话今日稍后至听日初时会考虑系咪改发3号强风信号。 超强台风银杏集结喺本港东南偏南大约400公里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，横过南海北部。天文台话银杏环流较为细小，同佢相关嘅强风今朝早仍然未普遍影响本港。银杏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，广东沿岸风力有机会喺今日稍后至听日初时有所增强。 預料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仍然要喺聽日朝早維持。